我就是想要一个像你一样的女人，没有你娘，就没有我。现在我有了家，有了老婆，有了孩子，我连做梦都会笑醒。 金光欢妹，起来了。吓死爸爸了！走，跟我吃果子去。来，喝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别！吃！嗯，吃！哎，你愣着干什么呀？ 吃啊，猛吃猛喝，没人跟你要钱。我是请你的嘛，吃饱了肚子算啊。是不是？我说你不过了，都吃光了，往后咱爷们就不在这吃丑话。调任要搬迁了？是啊，是啊，老弟，我这意思就回来了。哎，调到哪儿去任职啊？嘿，我给我升了。你升了？好啊。 哎，什么什么级别？是天上还是扔在地上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从今以后我就会升到天庭上那位神仙班了。你外头哪路神烧着哪门香啊呀？我告诉你，啊，哎，挂了。啊，你要上天告司爷？嘿嘿嘿嘿，太乙大师跟我说，只要我把三公主在人世间生孩子的事儿。 如此这般，说上一遍，哎，保证连升三级。我劝你算了吧，咱们刚过上几天舒服的日子，你还来劲儿啊你？哎，上天说句话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你这叫没事找事，损人害己。你呀，积点阴德吧，少做那些断子绝孙的损事儿。嘿嘿，我当小仙哪来的什么子孙呐？ 宁折十年寿，不拆一愁婚呐！你呀，总会有报应的。嘿，得了且乐，得捞且捞啊！管他什么报应不报应的呢！嗯，你这是缺德！嘿，我早知道不告诉你了。我打呀你！我你打我打！你凭什么打我？嘿，我请你吃饭，你打我！嘿，我来劲你！我打！哎呦！ 打死你！这么多好吃的不吃！ 对。
喂，我是赵军，冷静，别冲动，别冲动啊！哦，到了大院123了吧？没那么快，那你上来做什么？我有事要找王母娘娘，有急事要禀报。王母娘娘没有召见你，不准进去。喂，二位，请留步。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和上次的是一样的吗？二位答得相当准确，跟上次完全一样，都是点的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哦哦哦哦！还没到腊月呢，才刚过清明就想过新年了。哎呀，时光飞逝，日月催人老啊！你干什么来了？我是有急事找王母。别，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啊？不过都是那些芝麻屁大点的事儿。不，这次不是屁大点事儿，是……好吧，我可以透露一点点给你。哎呀，说，有什么好处？我给你配个灶王奶奶。不要，朋友，谢谢了。我看太多了，我不想找这个麻烦。女人就是麻烦。好吧，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。但是既然是秘密，你对自己都不要说。哎呦，快说。我是为了私姻的事来的。哎呦，他的事我可不听。私姻有这么可怕吗？切。怎么这玉液这么苦啊？不会吧，我早上起来新调的。哎，喝了几千年这白乎乎的东西，真乏味。你说你这管御厨房的人，也不动动脑子，变个花样，弄点好吃的来。儿臣也试过变花样，可那班掌法神说，天庭为什么恒久，就是因为保持一成不变。什么都不许变，才能永保。吓得儿臣再也不敢了。死板，固执。您还是凑合着喝吧。倒掉。是。哎，今儿初几了？儿臣不知道。也不知道还有多久开蟠桃会。清明节刚过，蟠桃大会是3月。时间过得真慢呐。度日如年，这宫里静的，像是在地下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你怎么今天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那么安静，
以前啊，你总是要出嫁出嫁的，追追这个，追追那个的，整天逼着我让给你赐婚。怎么今天不一样了？还有你那个姐姐，跟祝荣两个整天的打呀打呀，打得水火不相容。有一次啊，还差点把我的浴床给烧了。 哎，烧了倒好。你怎么不说话也不笑？我现在心如止水。什么？心如止水？哈哈哈哈哈！ 娘娘，灶王求见。今儿是腊月23，还早呢。那他来干什么？他说有要紧事向您汇报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 拜见王母娘娘，谁叫你来的？你又不遵守规矩，擅自上天来了。魏娘娘，小侄违反天规确实有罪，可是这件事情实在太大了，而且关系娘娘您的，所以我不顾天规，宁愿受罚，也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向您老人家报告的。什么事啊？ 哎呦，讲不掉，你给我打的！啊，咻！哎呦，哎呦，我俩，生了，还是公一母，龙凤胎，公的叫金哥，母的叫花妹。 生看着您最近的日子过得太清静了，小人在人间学了一招魔术，便给您看看解解门儿。大家看看我这里。 看看我能变什么，一变变个小傻瓜，二变变个大傻瓜，三变变个大西瓜，四变变个，我都把这事给忘了。 三妹，二姐，二姐，
可想死我了。自从你走了之后，天庭变得更加清静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。我也很想念你们啊，好温馨啊。带我去看看孩子。这就是我的小外甥吧，你看他们多可爱，简直就是一对金童玉女。现在才知道女郎哥为什么天天嚷着要生小孩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两个小孩啊，天天夜里都争着用小手帮我捶背呢。这个就是金哥，那个就是欢妹啊。对啊，他们是不是很可爱啊？啊，哎，二姐，我们到那边说去啊。你怎么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啊？三妹，别怪我扫你的兴，母后已经知道这件事了。我想她早晚会知道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，三妹？怎么办？难道你要看着母后对他们下手吗？咱们姐妹一场，我就是专门为这件事来的。四英，你得赶紧想办法呀。二姐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们并没有罪啊。我来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告诉你的，你要好好想想。我先回去了。二姐，我实在是不明白，事情都隔了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母后非揪着我不放，一定要我家破人亡她才称心如意呢？母后的性格我也捉摸不定，总之你要尽快想办法来应付，我先走了。二姐，你想什么呢？哦，都走了神了。哦，我在想，金哥欢妹还没有棉衣穿呢。这大四月天的，你看。哦，我都忘了是四月了，不过怎么老觉得挺凉的呢？凉？我还出汗呢。你不会是生病了吧？嗨，你什么时候看过我生病啊？你怎么把面粉当盐放啊？我，不过没关系，看我的，往锅里加点水，这不成了青菜疙瘩汤了？然后再加一点香油，味道一样好吃。啊，对了，金哥欢妹呢？他们在牛棚里跟牛哥来福玩呢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他们不在家呢。我看你是真生病了，来，让我看看。牛郎媳妇儿，你的病还不轻呢，你得的是恋儿病啊。好了好了，你赶快去帮我把他们叫回来吃饭吧。行，你等着啊。
当年的事情就是这样。现在三年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。昨晚我二姐特地下界来告诉我，母后已经想起这件事情了。王母既然下这么恶毒的咒语，看来我那个梦不是空穴来风啊。梦？是的，我做过一个梦，而且不止一次的梦见两个孩子被狂风刮上天去了。周大伯，你别再说了。我早有预感啊，早有预感。这件事情我不能对牛郎哥说，那孩子是他的命。是是，王母的咒语一日不解，那我们就得认真面对呀，是吧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周大伯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吧。等等，让我想想。怎么样？是个离卦，卦象不太好。分离的离。四爷，你要特别小心啊。常言说水火无情，你要像对待火那样，特别留意，慎之又慎。是。火对人是有利的，人们离不开的。可是你要掌握不好，反而会给人们带来灾难的，明白吗？变化莫测，难于掌控啊。那怎么办啊？孙爷，不着急啊，咱们总有办法对付啊。爹爹，哎哟，四爷也在呀，我正好找你呢。爹，这是我给你做的衣服，您试试看合不合适。回来了，玩的玩的，啊，升职了，玩的玩的玩。你这出卖情报，升了一个什么官啊？啊？你混蛋，你不会说话了你？你这王八蛋，我生病了，我发烧，我突然间冷又突然间热。喉咙底部长了一个像脓疮的东西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疼死了。你活该你！谁让你想着上天邀功？你这回升了个什么高官呢？你告诉我，以后我好改称呼啊。称个屁！什么都没升。啊，该不会是白去了一趟？你这回立了大功了，应该列位先班了吧？闲个屁！连口玉液都没得喝。那王母娘娘会那么小气吗？其实娘娘赏我玉液管够。为了口玉液，你害得人家大人孩子不得传呀你！管玉液的那个黑丫头说什么都不肯给我，说我脸上流脓，脚上长疮，她坏透了。他说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。他说：“四爷，受够苦了，
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，也应该享享天伦之乐。那孩子才三岁，你也忍心下手？你也够坏的了，你！这正是我想骂你的。你！这，你干坏事，你怎么打我呀你？不是说真的气死我，我也不想下手。你这回知道什么叫损人不利己了吧？问题是我根本不是人嘛。人常说啊，打小报告，溜须拍马，当面说好话，背后下刀子，一定不是个好东西。长徒弟，出来，妖中出来，不要只光会说，出来，出来，啊啊，出来！金哥，爹，娘娘要带我们出去玩。去玩？爹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哎，你准备带他们去哪儿啊？我要带他们去周大伯的学堂读书写字去。读书写字？嗯。他们还这么小，早了点吧。周大伯说，他们两个生性聪明，早点学习写字是好的。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，子不学师之惰。哦，周大伯那么有学问，他说的话我信。我去给他们拿点干粮和水。思燕，这是给孩子们带的吃的和喝的。那好啊，来，花妹，来爹抱。花妹，到了学堂以后，你一定要听话啊。上课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乱讲话，知不知道？哎，金哥，放了学以后，等着爹和牛哥来接你们啊。哦。千万不要乱跑，晚上爹给你们做好吃的。来，亲爹一下。我。乖。派你去天庭，你为何不去？哼，都亏没去，赵王去了。回来以后，你猜怎么着？大病一场，一个劲儿的说胡话呀，差点都没命了。天尽头的土地说他是缺德遭报应，害谁不行啊？害两个那么小的孩子，哎，你说这事是不是啊？缺德、卑鄙、下流、混账、狗屁、阴毒！你给我滚出去！这帮没用的东西！新鲜呀！哎呀，思音亲手摘的，上面还有露水呢，把这叶子晒干啊，蚕更爱吃。哎呦，思音呐，干什么事都这么认真。哎，对了，哎呦，真新鲜。金哥、欢妹没给你们添麻烦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思音今天不是带着金哥、欢妹来上学吗？上学？啊？哎呦！这刚三岁你就让他上学呀？你这个当爹的心也太急了点儿。是周大伯让他们上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刚从学堂来啊，没看见呢。那思音呢？啊，思音说好要过来教我们织新花样的，
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？啊，对呀，司仪呢？那金哥欢妹呢？周大妈没看见。周大妈，快来看我们新的队伍。哎哎哎，来了，没看见啊。牛郎啊，孩子要过3周岁的生日了，啊，这有点银子，这是我的心意。嗨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不用了，你带着大哥来喝酒就行了。这些年都是我不好，心存妒忌，做了不少对不起你和司音的事儿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补偿。都过去的事情了，别提他了。司音她是个好姑娘。我真的觉得对不起他，他就没什么心眼儿，早忘了。那我有个想法，能不能让我做孩子的干娘啊？好啊。真的？嗯。司音他能同意吗？他呀，就是记恩不记怨，没问题。那太好了，这样也能在村子里给我挣回点面子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好。哎，你今天看见司音和孩子们了吗？没有。那就奇怪了，这娘仨上哪儿去了？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两天我给我爹送衣服，看到我爹和司音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司音好像还哭了。哦，要不然你去问问我爹。大伯，司音到底是怎么了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哎呀，周大伯，你要是知道什么，就赶快告诉我吧！啊，大伯，我说了半天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牛郎啊，你打小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嘿嘿，现在长成大个子。长大成人了，你和司音前前后后这些事儿我都知道，看着你们如今过上好日子了，我这心里头啊高兴啊。不过牛郎，我要告诉你一句话，霁月难逢是彩云易散，做好准备啊！啊！哎，周大伯，您说什么呀？我一句也听不懂啊。人生难料，世事难料，否极泰来，居安思危，变化莫测，始料不及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难道又要出事了？我和司音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，难道老天还不放过我们吗？爸爸。
好像要扔了孩子，他真够狠心的。哦，不会吧，就连我们雀鸟也舍不得扔了自己的孩子，这一点人和生灵是一样的。别忘了，他可不是人，他是仙女。嗯，那看看他怎么扔。不行，这事儿我得告诉牛哥去。又不关我们的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牛哥，看你还敢不敢夸思音？怎么了？他竟然要把自己的孩子扔掉，太残忍了！他怎么能做得出来啊？什么？思音，
不回来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快告诉我，他们到底去哪里了？他们为什么不能回来了？你不要吓我，你快说话呀！你倒是说话呀！只爱这一次，天尽头啊，长相依，悲欢只为